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天。今天是2020年8月5号晚上快6点钟了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个魔王梭利斯哦，魔王梭利斯的血量哈，目前剩下个十百千万、十万、百万、千万、亿、5亿哈。那5亿的话，血量大概是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说大概是有9亿或是10亿的血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边已经打了大概是三分之一哈。三分之一的这个进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说记录哈。那我们先看这个之前打很高分的这一位这个安玉成大大哈，他用的是法师的队伍哈，辅助加法师，那用的是这个奥登加上这个光法，那光法是专武30哦，所以打出伤害很不错。那我们再看其他位大大，这个记录不小心跑掉。然后我们再看有哪些伤害不错的嘞？哎，有一个，哎，这一位哈，呵呵狠，好，这一位大大用的是游侠队哦。那但是注意哦，他的莱卡是专武20哈，莱卡的专武20会增加这个物理的命中率哈。所以说我的莱卡是金色而已，所以说我用莱卡的话，伤害力应该会欠蛮多的。但是打出来的伤害已经有这个5900万了哈。对，5900万没错。那我们来试试看吧，哈。那第一个王哈打一次要12点体力，那第二个王打一次要18点体力。所以说，哎，没有没有，对不起哦，是36点体力哦。所以第一个王是24点体力嘛，有些忘记了。你看，36点体力，所以打一次36点体力啊。那因此哦，在打第一个王哈，第一个王这个萨特纳的时候。你可以分几个路线来打，但是打第二个王吼，千万大家就一定要就是集合吼，集中一个地方打。那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中间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中间的路线以上面跟下面来讲，都算是一个比较平均的地方哦。所以说，与其你在那个你在这个你分很多个点去打梭利斯第二个王的话，你不如吼，大家集中到一个点去打，不然你看打一次王要36点体力。好，打一次王要36点体力，真的非常非常花体力。那我们再看，如果是打小兵呢？小兵是18点的体力哦，哈。所以说这个第一个王还好，第二个王一定要集中体力打，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汇合哈，汇合一个路线，然后再集中击破梭利斯，然后大家再一起往前哦。因为击破梭利斯之后呢，你的爵位才可以再往上升一级哈。这个伯爵，伯爵的条件就是说你要占领一个位于爪痕废墟的地块，同时所有职业的核心也要提升到3级哦。那这个再升下一级的话，你就可以多用5只英雄了。所以说对于整个这个军团的进度来说，会差非常多哦。好，那我现在圣物是这个样子，因为这个有一个任务条件是你要平均把圣物升到3级，所以我有挂到这个精英的圣物哈，我没有花这个精华合成，我有挂到精英的证物，如果说它上面有写可装备，我就直接把它装备了。那像我的这个辅助是3级，虽然说它这边有可装备的装备，但是我并没有打算装备哦，因为我就是让它维持在3级就好，就是完成达到任务的这个最低条件。那目前的话，我还是把所有的资源灌在游侠。那我游侠现在是4支5，穿了5件的这个装备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打梭利斯的话，我们参考这位这个呵呵很大大，看看说我们用一样的队伍打出来的伤害如何哦。我们再看一次他的那个搭配的那个阵型。好，呵呵很大大是用埃隆、塞西利亚、莱卡，然后光弓跟女仆。那我就照着他排哈。埃隆，哇，我体力还不够哦，因为要36点体力哇，所以说真的要花很多点体力耶。好，那如果说现在还打不了的话，我等一下再把影片剪进来哦。我们先来试试看小怪好了哈，4支5的游侠可不可以打小怪嘞？那我先不要把等一下要打王的这个游侠放上去，我来放一些体力比较足的哦，譬如说这个样子哈，这个奥斯卡。然后好，差不多是这个样子。那再放2个辅助的角色。OK，好，我们就这样子上上看吧。女仆跟罗万哦，女仆跟罗万，好，这个血那个体力都非常多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试试看，看这样子能不能打4支5，然后是3支游侠。4支5，3支游侠，哇，这个辅助一下就死掉了，因为我的辅助圣物才1级而已。4支5的游侠还能一拼哦，好，4支5的游侠，好，所以看起来4支5的游侠打这个梭利斯的小怪哈，
是没问题的，然后可以获得2160的这个精华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的账号哈，主账号角色齐全的话，你练到4至5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很快把这个小兵清掉。那小兵哈数量有非常的多，所以说，建议哈这个第一只王可以分开打，第二只王就千万不要了。好，那我这边再跪一下，然后等到这个埃隆的体力恢复之后，我再把它剪进来说，看看这个我打出来的伤害是什么样。好，那影片就先到这边了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看接下来打王的影片。好，大家好，刚刚过了一个小时哦，我也小小的休息一下。那我们来看了，我的体力应该恢复了。埃隆、塞西利亚、莱卡，然后光公跟女仆。好，我们就参考这一位呵呵大的这个牌法、哦。埃隆，哇，差一点是怎样啊？那我再继续休息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再把影片剪进来哦，拜拜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天。现在已经吃完晚饭了，现在是那个8月5号的晚上，8点了哈，在公园的外面。那现在应该体力恢复了哈，但是36点体力我也只能打一次，所以我们再看一次呵呵大游侠，然后塞西利亚，好兔公。但最重要是因为说莱卡他这个是有专武二十的这个莱卡，这个攻击力吼跟会增加那个全队的那个物理攻击力吼，这个到时候可以大家看一下叙述。然后光公跟女仆吼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如果照着配的话可以打出多少的伤害。好，然后光公女仆吧，然后埃隆、塞西利亚跟兔公吼，大概是这个样子吧。好，那我目前是胜物是4至5哦，看一下哦，对，4至5，现在应该没有办法再升级哈，还差一件要88000哦，那这个要归的话要归到明天了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先这样打一次吧，也只能打一次哦，因为一次就要36点体力，所以啊，要花那么多点体力哈，一个小时才4点，36点体力就要等9个小时，所以说。打到第二个王后，建议就是还是大家集中一路哈，千万不要，就是第一个王那个萨特纳还可以大家分头进行，但是打完萨特纳之后，其实大家就要差不多往中间靠拢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按照这位呵呵大哈，我们就照着他牌，这样子，然后塞西利亚，然后兔公哈，莱卡，但是莱卡如果说没有专武的话，应该那个效果会大打折扣。然后我们现在上场的角色是四只游侠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开打吧。唯一一场的战斗，切过去，好，塞西利亚切过去，降低那个王的那个伤害，好，底下的那个结界。好，大家活久一点，活久一点。4至5的圣物可以打多少的伤害嘞？莱卡开大。女仆的话，哇，死掉了。好，再继续哈，剩下光公，哇，这个花木之灵很痛啊。好，我打出了，也不错哦，这个4100万哈，然后是1984的这个圣物精华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继续进攻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这个伤害量如何。4至5的生物的话，看我的那个记录。这个41嘛，然后这位呵呵大是59，其实41也不错啊。我看我这个测试的安玉成大大是43，那这样看起来我也有第三名哈，所以4至5哈的那个胜物应该还是不错。那再来我还有哪些游侠嘞？狼人哈，满血克绿翼，把游侠都放上去吧。然后我的这个莱卡还可以上一次，再来没有游侠了哈，那就上一个罗万好了哈，这样子罗万说不定可以帮大家补一下血。好，那我现在用4至5的游侠，再加上一个3级的辅助哈，这样子，然后来看看说这样的组合可以打出多少伤害。好，开打。那基本上4至5打这个索利斯的这个小兵是轻轻松松哦。好，那既然说我打王不错的话，那我就来贡献一些体力来打王吧，然后小兵让其他人打这样子。好像还打蛮久的哦，不错不错，还活着 ，OK， 加油，花木之灵，哇，这个紫加的奥斯卡首先阵亡吼，因为毕竟只有紫加，哇，花木之灵痛啊，好，结束，
也是不错哦，3900万，其实跟我刚刚那个光弓队打出来伤害其实没有差太多哦，所以四支五的圣物的话应该都可以打出不错的伤害哦，然后纯游侠队，那如果说是主号的话，全部15只角色都是游侠的话，那我想打王的话应该一个人就可以贡献1亿了哦，所以说这样子推王的话应该是蛮快的。那我们看一下王是18点体力，然后王是36点体力，然后小怪是18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哈，四只游侠再加上一个辅助，打小怪应该是轻轻松松吧哈。看看哦，四只游侠再加上一个辅助罗万，这样效果如何呢？哇，罗万挂掉了，有一些危险哦。哇，这样输掉了，18点体力，哇，罗万的体力归零嘞。好，没关系哈，反正这个。再来哈，至少把这个敌人收掉。但是，这个王的小怪不用担心他会复活，这个他的血并不会恢复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光弓跟狼人，好，那我们就这样子吧。好，开打，应该 OK 了。索罗斯死掉，但是没关系，因为这是小兵，小兵的话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会扣18点体力，所以说你死一个人跟全部人都活着都没有差。好，完成讨伐，获得了精华2160哦，所以第二关的这个敌人击败是获得2160。我记得第一关的王的小兵是540精华哦。好，那影片就到这边哦，那希望说这影片对大家有帮助，然后正式服的团队影阵后天就开启了哦，所以说大家就开始加油吧，这是全服捷报哦。已经有人击败了这个花语仙灵哦，那我们还没哦，那希望说我们这个军团哈可以排在这个前5名。好，那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